纵谷班选，橘子嘞，严选台东风土好物。龟是什么？是台东人的身份证字号。V 是纵谷的形状。V 是 value， 是台东物产的价值。V 四分的问题，充满台东的多元性。V 是内有台东丰收的滋味。有职人的手艺，有台东的 lifestyle。邀请大家把台东风土 take me home。